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2022年的这个10月14号，那么欢迎大家回到《韭菜人生》节目。开始之前呢，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1965年呢，从一个国家呢变成两个国家啊，那这个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分手，那么分手了。现在60多年之后，1965年到现在了啊，那么这个两国的那个货币呢，哇，这个换3块3，大马的钱呢已经贬值到无话可讲了。新加坡的钱呢，哇，大到你无法想象同一个国家来的吗？达那马来又来的吗？同一个国家嘞，分手之后呢，差别这么大。原因就是这样，原因是什么原因？知道吗？那么韭菜人生讲件现实啦，就是那个物同的关系人家很多人到现在还没有醒悟很多人到现在还没有醒悟。好像前一篇呢，哇，大家讨论到很激烈，很好但是呢，有些思想太过保守，大家不要生气啊。大马人呢，我都讲过，大马是大型的港埠，大型的乡下，大马人很保守，很固执，没有走出去外面看，不知道啊，大家不要生气他们。OK，好，有一个观众讲的最好的一句话道破，来一句话讲完他说，哎呦，这么全部都是巫统的人哦，然后呢，这些巫统的人现在自己出来跑出来自己跑出来自己成立党然后叫你们投票给他。哎呀，听到这里，比较有智慧的观众就明白了咯，通通巫统出来的嘛，老马巫，以前巫统的霸王啊，霸王啊，啊，霸王啊，然后那个什么安华被老马 sack 出来的吗？那个丁丁那丁丁被拿去 sack 出来的吗？那个沙飞鱼呢？哎呀，以前巫统他这一个巫统呼风唤雨的人物啊。他也是巫统的，通通巫统的，通通巫统的人呢跑出来，然后还有一在这个十多个还在土团党，从巫统跑出丁丁那边土团党，所以来来去去都是巫统的人，你怎么损呢？你都会损到巫统的人而巫统这帮人呢是不会管好国家的，知道吗？我们看我们这两个国家的钱，我们就知道了吗？你们一直支持巫统，包括现在11月大选应该是11月了，还是巫统赢，所以钱就继续变小，所以这个国家真的是又保守，这很多人又保守又固执又不肯改变不肯接受新的东西来，我们来看新闻在哪。想当年他的爸爸把他的爸爸踢出去，他的爸爸把他的爸爸呢赶走了，那就拉萨嘛，东拉萨嘛，就是东拉萨赶的那李光耀嘛，那李光耀的儿子嘛，是赶得好幸亏赶出去幸亏分家，幸亏踢出去踢一下，现在你看人家新加坡钱呢3块3走得好，走得好，最麻痹呢惨了，我跟你讲了，现在兑美元呢4块7，那个兑新元3块3，历史新低，创马新分家以来历史新高，哇，今天 money changer 难道要死了？那 money changer 跟你讲爆满了，今天全部去 money changer 换了，全部都换money changer 没有换这样高了，325这样子，但是已经是哇，this rate is very very pretty very very good rate。哎，然后那个新加坡还发那个援助金哦，他援助金给什么人知道吗？100千10万新元以下，就是2年收入呢，一年赚的钱呢少过330千马币的人呢，新加坡公民都可以拿到援助金哦，都可以拿到最高500块哦，好过这个好过大马的预算案呢，那天想派更多钱，派到最后 bot check 没有了，他被跑路了真的跑路了，真的跑了那天讲的派的都是没有人讲的哈，没有政府的不拆了新加坡政府呢不会这样子的你看新加坡呢就是没有巫统那批人哦，哎呀，所以你看我每次我老乡又来了他的国阵营呢马币跌到5块钱不用国阵营了，过几天就跌了啦，
还没有大选就会掉了，因为那个美国呢，那个美国那个这个月的通货膨胀呢，哇，又控制不了，吓死人了。现在去美国吃东西都很贵啊，跟你讲啊，吓死人，你吃不起啊，跟你讲啊。所以那个这一次呢，又会涨息，涨息的话呢，马币是完了啦。啊，所以最近呢，大概到了今天呢，已经是三国鼎立了啦。啊，三国鼎立，那么这个国政，那么这个国门，因为这个一党呢，要得一党者得天下，一党呢去了国门，啊，那个他不去国政啊，然后人家又讲说得老马者得天下，哎，有可能啊，那么安华呢回归现实了，安华没有马来人票啊，马来人不支持他。啊，所以安华呢才要组成那个大帐篷啊，所以不要忘记啊。昨天太多观众太过激动了，你们忘记了什么叫大帐篷的 concept？ 大帐篷的 concept 就是所有巫统的人联合起来咯，啊，旧的巫统的人呢合作起来打现在的巫统的人咯，这个叫做大帐篷咯。啊，就木啊、钉钉啊这些啊，那个啊匪禄啊、废柴呀、啊、这些啊这些匪禄废柴他们就不是那个巫统的人了。啊，那个，哎，这那个马萨布跟哈蒂就不是了，那剩下都通通都是巫统了，宝马、安华这些啊，全部合起来呢，打巫统啊，所以来来去去呢就是巫统的，是我们那个观众呢真的是真留言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原因啊，大马为什么搞到现在呢？就是因为一直摆脱不了巫统的阴影，所以大马的人呢不肯改变，不肯去接受改变，他太过住在甘榜住太久了，他一直追求同样的生活，不敢去改变自己，他不敢去接受新的东西啊，不敢去创新啊，没有这样的胆量去创造新的东西，就是这个原因。这是不是啊？我们那位观众呢，神留言讲对了咯？哎，怎么通通巫统的人呢、啊？那个村子里面呢，哈迪阿万不是罢了吗？那个匪路不是吗？啊，火箭不是啦？那个哈迪阿万马萨布，那、啊、你看其他主要的通通来自巫统，哎，啊，你怎么损来损去，还是会损中巫统的人啊？安华本身就是巫统就来的嘛，老马咯，啊，这些沙飞鱼咯，啊，这些丁丁咯，啊，这些土团党咯，通通巫统出来的。啊，这个阴影跑不掉的，啊，反而现在巫统呢是比较新的人啊，现在巫统这帮是比较新的，旧的那帮呢跑出来自己组成那个党来骗人，也骗你们投票啊，骗你们啊，那些从巫统跑出来的人讲，跑出来个个做正义啊，然后很多智慧不够的人呢受他们骗了啊，所以大家要明白啊。好了，所以韭菜人生呢，我们从经济的角度呢，给大家看见呢，这个马来西亚呢，现在已经面临这个极其严重的这个货币贬值的那个危机啊，不是开玩笑啊，钱变到这样小呢，还有用处吗？啊，还有用处啊，以前讲过很多次，今天不讲了，所以这次投票呢，你要怎么投啊？所以我就讲了，追根究底呢，就是巫统的人还有债。而且第十五届大选，你损来损去呢，还是他们的啊，新人呢绝对没有机会。好了，有人叫我去参选，有人叫我去做卡弄，有人叫我去做 YB。OK，我答应你们一件事情呢，这次不用不用变性，不用穿高跟鞋。OK，这次不用穿高跟鞋，很简单的啊。那么我如果中选了 YB 之后呢，大家知道我姓胡吗？我就改名叫胡德胡德，我就改叫胡德没有话讲了，静静了哎呀，那个想当年呐，从文东啊走路啊。走到关丹呐，200多公里啊，带着一帮人呐、他现在变 YB 了之后呢，我 guarantee 我一定变胡德，我一定变胡德的啥的咩？一个月薪水啊，27000呐，还要讲多多像胡德多么聪明之前呢、你看走路走到关丹去，从文东走到关丹去啊，现在呢一个月20多千，20多千他还要讲静静啊，嘘，
啊，哎，不可以讲多多，讲多多呢，那个肥鹿不高兴哦。啊，好像你们知道我讲多多了，等下肥鹿不高兴咯，啊，又 set 掉我咯。啊，那个安华拉菲基还没有，我跟拉菲基比较接近的，啊，那安华不爽又 set 掉我咯。啊，然后我不可以加入马萨布了，那啊，等下我去到那个国门那边呢，等下丁丁不爽我 set 掉我咯。啊。等下那个，我跟你讲，到时候只有一档会喜欢我罢了啊！但是呢，知道我们不能够跟一档什么的吗？啊，我又没有信那个教了啊。然后去到那个国政呢啊，我一定给。哎呀，我们那个老朋友啊，那个魏公公啊，我一定给他杀掉了，不用讲了啊，讲多多啊，一个月拿20多千薪水，你还要讲多多啊？啊，中了外币之后呢？哎，做人要聪明啊，就是立刻闭嘴不讲话，拿完5年薪水，够了了啊，下一次不用再损了咯，所以呢，真的不要叫我去做 YB，不要叫我去损啊，我一个月20多千薪水的时候，我不，我叫胡德，我改名叫胡德啊，好了，那么韭菜人生暂时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讨论，那个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回见。